今天为从台湾把他带来悉尼，我爸爸已经到上帝面前去等我，对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觉得他选在这个时候呢，要做一个很感性的对话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支持与掌声，好不好？ 这从来没有这个经验，但是从此也没有这个经验比较好。其实我也没有这种经验了，我只有在台上对我妈妈说话而已。所以今天我要在上帝的面前，还有在中局的，还有他几位大老板龙哥、少威哥、校长，还有我的好朋友巨胖、杰伦，还有杰威尔有限公司的，还有巨胖有限公司的，还有我的 dancer， 还有戒指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也没有 USO。我刚刚在想，我只有用最大的诚意跪在大家的面前，我希望一生一世都能够守候的保护着他，请你站立。 你可以犹豫一下，我唱一首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